我是小金刚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每一旦我出生之前，他们都会虐我千百遍。这一次，我配备了再一次进化的屏幕玻璃，挑战也随之升级。该我上场了，我将面临防滑挑战，钥匙、螺丝刀、电钻轮番上场，唯有如此才能无惧任何划痕。为了能与不同物体和平相处，我还要进行耐磨挑战，在高速运转的滚筒中与钢钉、螺母、硬币一起反复滚动碰撞，依旧无懈可击。最难的是防撞挑战，唯有通过多次撞击依然保持完美状态，才能确保我的坚固。我就是全面升级的新一代小金刚，搭载 Victus 康宁大猩猩玻璃 Redmi Note 10 Pro，